又送东西。我说得有这么大个儿吧？谢谢。这是怎么带来的？哎，真可爱！这送的是粽子，不是？那叫嗨，什么眼神儿？您这那个，来吧！啊，行行，哪儿就来吧。谢谢啊。嗯，唱完了吗？太全面了。嗯，刚才是郭麒麟和孙越。是。郭麒麟是我儿子，嗯，这个今天很高兴呢，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哎，您又把我给说在里头了，嗯，你跟他不一样。当然啊，他是亲的。哎，我是干的，是吗？跟孩子争嘴啊？什么叫争嘴？然后刚才站在里边那个大胖子叫孙越，嗯，啊，大伙都知道什么？就是不退出也能上春晚。哎，嗨。那个小月脸上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嗯啊，我咱不懂，就跟粉瘤似的长在这儿，对，要塞腺瘤啊，哎，是吧，嗯，对，就切去了啊，嗯，切完之后打走了，分成好几块打走的，好的，是切瘤去了吗？那个，完事把孙胖子甩下了。胖子是相声世家，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对啊，太胖了，最近还减肥成功了，我看啊，这还成功了呢，因为录春晚人导演说我们那机器也拍不着你啊，哎呀，你老有一半在外头，对，嗯，挺好，嗯，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来，嗯，换上我们两个人来，再说一段。这个于老师在我们刚用 BB 机的时候呢，他就有手机了，还说这段啊？不是，刚才没有道具，现在也用不着道具。我就说啊，哎呀，啊，嘿，什么？他们说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怎么着？让你把手机揣进去。你们这个口太重了吧。谢谢啊，谢谢。这个因为同了这么多人确实是不方便，对，啊，这加钱了，对对对对对啊，待会儿我们把他跟岳云鹏一起搭档的啊，这个年三十晚会上俩人还一块演了春晚。我觉得今年晚会是真正的正能量啊。哦，说明一个问题，拍下来发在网上就好了啊。哦，有人要替你啊。嚯，哦，你们真喝得出去啊，嗯，谢谢大伙儿吧，嗯，说明您对我们的节目很了解，哦，否则的话他怎么能提前去准备这个东西呢啊，就是，嗯，大伙儿这么支持我们无以为报，嗯，只能好好说相声，不知道怎么带进场呢。因为我们进场的时候保安都得看看手，手里没东西啊。谢谢吧。谢谢你们，真行啊，嗯，都多疼了，啊。这个礼物是送给于老师的，一人一个，哎，俩都是你的，俩都是你的，嗯，因为我觉得你值，嗯，真的，嗯，我们别人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资历，整个中国相声界您可圈可点，客气，这是一个刚烈的汉子啊，哎，有一个过节的样子啊。那也是一种病态美，你知道吗？你这个心是真宽，对，嗯，真好。合作这么些年了，我特别爱跟他一块儿啊。为什么呢？一块儿长起来的。是，人就是这样。你说今天认识的朋友，你就不如去年认识的朋友来的近点啊。过去好多人说交朋友，交朋友不容易。哦，朋友有酒肉朋友，嗯，吃吃喝喝有他。对，一说有事儿，扭头他走了，见不着了，就这样的。好多朋友之间是为了利用。哦，利益关系，啊，过去来说朋字都会写，嗯，两个月，对，这为朋，但实际上为什么朋友的朋友要写成两个月呢？哦，远古的时候那会儿人们不花钱，嗯，拿贝壳当钱，嗯，多少个贝壳穿成一串，这一串贝壳挂了墙上，啊，这是花钱的地儿，用它，嗯，来朋友了，哎，走，咱们喝酒去吧，嗯，打墙上摘这两串贝壳下来，咱们就喝酒去了，哦，两串贝壳。写出来就写的跟两个那个月字似的，嗯，那最早是因为这个象形过来的，哦，才有了朋友，朋包括友，友不包括朋，啊，当然这太复杂，单独说这得说好几天啊，嗨，哪天咱们单独讲这个啊，嗯，所以我们之间已经不能用朋友来形容，
那倒是，因为从小一块儿就发小。对，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对，谁呀、啊？你再不走，你后边有人送手机啊？这嗨。你看他跑得多快、啊、想想都后怕。那当然啊，越往前倒关系越好，接触时间长了，尤其从小一块长起来了呢、嗯、两个人之间心里边都是干干净净的、嗯、没有藏着掖着，没有利用。不是，他关键他跟这趴在那儿，他撅着台板这儿，他挡着后边观众、嗯、你头一排那观众你这多愣啊，保不齐就谁掏点什么存上、嗯、啊，谢谢吧，哎呦，这都跪下了，平身吧，这嗨，重卿平身吧，啊，快快回去吧。那么些话呀，真好啊、嗯，爱跟大伙聊天。那可不，相声就是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不行，嗯、唯独相声，台上台下偶尔的有个小互动，啊、嗯，这是很高级的表演技巧。对，你通过观众有时候搭下茬，你也会知道，哦，这个人听相声多少年了，哦，这是新来的，嗯、哦，这就是为起哄来的，嗯啊。一般来说呢，之前以前我们小时候说相声，到十年前吧，啊，搭下茬的都是男孩多，哦，尤其是带着女朋友来那个，嗯，他一定要搭下茬，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激励相声演员，你一定要好好的演出，哦，演员要站在观众前边，嗯，我这句话说完了，你不能想到是什么，嗯，你想到了，观众马上瞧不起你，哦，尤其带女朋友来了那个，嗯，你快说到他告诉你，哎，一定会说这个说这个，嗯，你说完跟他一样，他都要飞起了人了就啊，是啊。你怎么跟我讲啊？哎呀嗨，你就拦不住他。嗯，有时候在台上我能看见，哎，俩人聊天，男孩跟女孩那嘀咕。嗯，哎，如果觉得俩人挺般配的，我就还配合他说两句。哦，哎，然后就没别办法，哥帮你一把是吧？嗨，啊，有时候俩人长得都不好看，我看着可恨，我就往死里弄你。哎呀，你搭了一回茬，我给你一句，你这半辈你都不敢大声说话。啊，这原来近十年来，我看女孩搭茬的越来越多。你看看这，哎，好，谢谢，好，谢谢啊！现在这女孩都喝得出去，真的。哎，这啊，谢谢，我锻炼啊，我要身体好。什么叫锻炼？哪儿叫锻炼呢？老了，你们来晚了，真不行了。现在身体，嫂子也说我说你别说了，我有证人。这啊，你看说了哪儿忘了不是？啊，重来吧。刚才是郭麒麟。所以呢，我有一个跟儿子从哪儿说呀？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啊！啊，你干别的哈，你说交响乐、芭蕾舞，你坐底，你敢搭茬吗？啊，对吧？人家外国人那交响乐跟这儿，你底下搭茬，保安非给你捆出去不可。这嗨，弄到门口树上捆好，泼凉水打你、啊。哎呦，这是保安吗？这个，但票贵。这嗨，所以说相声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形式。嗯，我们都是从小学起来的。从小一块长大，这都发小吧？对，啊，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又来了，我是法国人，行吗？啊、这谁问你？你看，还是占便宜。我是个法国人，怎么就占便宜了？就，哎、说这个意思，一块长起来的。现在回头看，当年上学就跟在眼前一样。哦，那会儿十几岁吧，嗯，曲艺团的学员班，嗯啊，我们这叫团带班。对，就是每年呢，曲艺团各个团，哎，带出一批学生，搁到戏校。嗯，现在叫什么艺术学院、艺术学校？嗯，当年就是天津戏校、北京戏校，对，就把这帮孩子搁在戏校。我们这个名称叫团带班，嗯，就是给团里边带培的这么一个班。对，我们当年都是这个学生出来的，嗯，哎，在那儿上学，那会儿好像都小孩都没多大，十二三。他我高峰，我们仨那会儿一个班。对，嗯，高峰都知道哈，嗯，德云社演员，大高个儿，哎，德云总尿鞋 啊, 总尿鞋，总教习什么总尿鞋。总教习戴个眼镜斯文败类的状态啊、嗯、我们仨一个班的同学，他比我们大四岁，嗯，竟然一个班啊，您就说我蹲了四年班，是家里花钱了，花钱啊，没提钱，因为他们家过去跟皇上是本家。又来了，就非说刚才那个是吗、嗯、我就爱说那个，不给钱都干。嗯，大小我们仨一个班、嗯、那会儿没多大呀，那会儿他那会儿先长个，我们仨一班那会儿，嗯，那会儿觉着小时候也没钱，反正特别开心哈。那穷欢乐嘛。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我们老去啊，就拿五块钱，嗯，铅笔、橡皮、尺，那便宜。小玩具是什么？那个一块一块大个的那个、嗯、那个泡泡糖是吧？一堆，还那个皮条糖，嗯，对 对, 对啊，小玩意儿，就是那个拉的那个拽的那个糖啊，反正什么就吃那个豆啊、嗯、豆，还吹那泡那玩意儿啊，对，各种东西反正一大堆，
五块钱带五块钱就去了。是，现在门也没有，没有了，现在都装了监控了。嗯，偷东西去了，跟监控有什么关系？现在物价也涨了，咱们也老了啊，但是依然不变的是您的风采。嚯，哎，你看看，当年比现在还精神啊。那是啊，那会儿全学校就一个敢抽烟的，就是他。那时候就抽，台上老开玩笑，于谦三大爱好，嗯，抽烟喝。你们说的都不齐，你知道吗？啊，于谦三大爱好。耶！哎呀，行行，老这么说有意思吗？有意思，有意思。他们这票里边带着这个，啊，还来一遍？行了，不合适了。他那会儿比桌子高点有限。那可不是吗？小的时候胖，家里有钱，吃得好，足蹦，高峰大高个儿，瘦得跟电杆子似的。啊，嗯嗯，抽烟是真抽烟。嗯，上学那会儿就是一下课，他弄烟卷站楼道，嗯，就抽，可帅了，我们都怕他，比我们大呀。嗯，谦儿哥，啊，嚯，干嘛呀我这？哇，好帅哦，好帅哦。请教个问题行吗？嗯，说。呵，猪是怎么死的？嗯，你管我怎么死的？谁问我了？这是问我呢吗？这挺好。嗯，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人都是好学生。嗯，我不行。您不爱上学。哦，上学老师问什么那个什么数学的那个玩意儿，那个英语打死我也不会。哦，啊，什么买菜多少钱，怎么叨叨，完事是水池子，这池多少水，倒了那池子，啊，撑的吗？这不是？我一想，以后我说相声，我哪辈子用上这个玩意儿啊？不爱上学，嗯，也不爱写作业。那是，啊，一存这么些个作业，哎，存不爱写。哎呦，不爱写。那天教室着火，嚯，把我美死了，哈哈，太好了。嗯，把那作业拿出来。哦，去你的！扔火堆里，扔火堆里边，哼，把火扑灭了。哎，嗨。白费劲了，尤其讨厌考试。嗯，一到考试要我了命了，那就要盒钱了。那是我坐当这儿，这边是高峰，这边是于谦。哦，啊，高峰会写，眼神眼神好，哎，要不人家能装手机呢。嗯，就定眼一看就看了。这个多快乐，是不是？还是不挣钱都能干。哎，他定眼一看呢，别提这个了，我都说了不要钱了，就说学习就完了呗。啊，学习学习啊，学习，我不行啊，我没法抄啊。嗯，老师就面对面看着我，就飞着你啊，人家两边怎么抄抄那题，老师不管。哦，老师抱我肩膀站到我对面，好嘛，哎，写，要看着你写。哎，这好，欺负人吗？嗯，那我也写。你有的写吗？提笔就写，说。儿子出题难，孙子兼考研，哦，老子就不会，退我上学钱。这嗨，解恨来了。哎，老师能爱看我吗？那是。老师老说我，嗯，你呀，啊，我就不该把你搁在这个座儿。怎么呢？哎，这边坐着于谦，这边坐着高峰，嗯，当间坐着你，嗯，俩好孩子让你带坏，真是。你就是他们俩中间的搅屎棍。哎。你还挨呢，把我恶心啊！啊，戴眼镜啊，人家他眼神好啊，眼神隔着我能抄，看那么远，他真的呀，合着我是个棍子，合着我们是屎是吗？没有这样的，哦，什么呀？搅屎棍子搅我们俩呢？合着我有洁癖，你知道吗？哎，就听不了这个啊，但是。一到下课我还是很开心的，下课那不学了，那一下课开心了啊，走走走，怎么着，走尿尿去。嗯，这也传伴，上课就睡觉，下课就尿尿。哎，顺口溜唯一的一个娱乐项目 啊。高峰，嗯，高峰走。哦，尿尿去。是，我这打高个准确。嗯，谦儿，啊，那尿尿去。啊，嗨，怎么了？他矮的那会儿，嗯，没有尿。嗨，去不去？嗯，不去给你打尿了。哎，反正得尿一回，那是你挑个地儿吧。 啊就甭去了，走啊，仨人一块撒尿去。嗯，我站当间，你带孩子头，这边高峰，嗯，这边于谦。嗯，我好跟他们斗。怎么斗？跳着半截了。嗯，
高峰，转身啊，弄人一裤子，那是，一枪，转这边的，尿一脸，哎，我也太矮了吧，我也，他那会儿随和啊，你一叫他就答应，嗯、哎，哎嚯，哎呀，我这不遭这恶心了，您这，挺好，嗯，这是短暂的乐趣，啊。回来之后又得上课了，那还得上啊！要是基本功课，我就愁死了。怎么呢？包菜名，八扇屏，贯口。哎，什么反八事儿、正八事儿？嗯，啊，什么白日会？哦，洋方子。嗯，什么升官图？这都得背呀、啊啊，背去吧、嗯。哎呦，我的天哪！叨叨叨叨叨叨叨，把人烦死。嗯，要是别的课还行，别的什么课呢？那比如表演课这行。哦，比如说模仿这行。模仿还学啊？老师来了，这节课咱们学。学什么汽车？学摩托车？哦，学拉锯，拉锯，这一块玩这个行。怎么个拉锯？来，同学们一起，大伙都跟老师啊一样，这儿拿着锯，假装的啊，无师，嗯，开始。你瞧，还记得呢，这个高兴，嗯，特别好玩这个。哦，要把手搁谁脖子那儿。开玩笑，痛快，小孩就这个嘛。嗯，要不这节课学动物叫？动物学什么呀？哎、郭德纲。嗯，你什么小狗怎么叫？我学狗，我就得站那，哇哇哇哇，来这个。哦，高峰。嗯，羊怎么叫？嗯，高峰。咩。于谦。嗯，鸡怎么叫？嗯，鸡怎么叫？嗯，他这儿。嗯，大点东西。为什么他后来台上口风说话甜？就是。这跟甜有什么关系？我糖尿病。哎，这行行，大爷来玩啊？什么鸡呀、啊？这是？我这成熟的也太早了吧？我就这个开心啊！一会儿下课了，下课了，走，尿尿去。尿频那是怎么着？你没有别的玩的？那哪撒尿玩啊？高峰，高峰，走，尿尿去。等会儿啊，喝点水，续上点。哎，这好嘛。哎，这是下节课的。哎，走，跟我走，得存点，要不然到时候打尿了也是事儿。嗯，人家于谦儿，嗯，等着吧。哦，我拿纸，这个我来个大的。嗨，好嘛，攒下来了、嗯、一大卷的纸。嗯，那会儿上厕所不像现在似的啊。我们小时候拿我家家都是那个一卷一卷的白的那纸、啊，不那么富裕。没有，就拿草纸裁的。哦、嗯，高峰他们家拿报纸擦屁股。嗨，他爸爸买那个晚报，嗯、把那个文艺版剪下来。给儿子上厕所用，干嘛还单剪文艺版呀？学习嘛，就是为了还得看看以后干文艺啊。哦，高峰屁股上天天都是文艺新闻。哎，这好嘛，都印上了。人家拿着一大捆，嗯，一大卷子，带香味的进口的那个卷纸。嚯，哎，于谦儿，嗯，接手去喽。哎，我这是接手去，这是大碉堡去了，我这是。我们俩到那儿，我们结完了，嗯，人家大的呀，啊，人家跟那等着，嗯，我们都走了。他跟那显摆着纸、嗯、好香哦，嗨，哦，好香啊，也是没事干了，你们谁闻闻，嗯，就有那高年级的啊，拿来，嚯，哎，是挺香 啊， 啊，走了，你倒还给我呀，这节课没回来，好，蹲45分钟，下课了，嗯，我跟高峰赶紧救他去，好嘛，怕冲走了呀，掉下去了还，扶着他一边一个架着嘎着窝、嗯、在操场上练走道，哎，这好都蹲木了，蹲麻了，嗯，这就少上一节课，嗯，再回来上午最后一节课，啊、哦，一般这节课都害怕，怎么害怕？一般这节课学校请的是艺术界的老前辈，啊、哦，我们这儿的老艺人，哎，我们那会儿请的就是曲艺界的老先生，嗯，都是80-90岁的那个老头们，对，可厉害了，有能耐，骂人也狠，都害怕，嗯，那会儿教我们的是那黄先生。哦，哎，搞曲艺唱小曲儿的，不小了年纪，那年就91岁了吧？嗯，黄先生姓黄，对，毛片的那个黄，哎，那去去去，没有这么介绍人的。好，黄先生一来，校长、主任、班主任都跟着，啊，都听，都跟着，坐着最后一排那儿伺候着、嗯，老头在前面给来一凳子，哦，坐着，哆嗦着，嗯，老怕他叫我们回答问题，叫吗？嗯，哎，这节课。把上节课的那个小曲儿复习一下啊！这是要复课，心都在这儿了啊！哎，各位叫啊！什么学生？各位叫我呀！各位都害怕啊！老头看，嗯，于谦，上来就叫我头一个，嗯，
我至于这么害怕吗？我黄先生看看吧。嗯，来电话了。什么来电话？哪儿就来电话了？那会儿还没电话呢，没电话。废话，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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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话？哪儿就重来？于谦，您按词儿说，你看跟刚才一样。嗯，站好了。嗯，我在船上呢。嗯，你有样吗？哎，这说说，站有站样，坐有坐样。对，你跟你哆里哆嗦干嘛呢？嗯，你这个状态怎么就好像上厕所让人把纸片走了似的？这是唱曲儿的，是算卦的呀？这个，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91了，脸上皱纹堆垒，哦，这胡子在这儿跟齐白石似的，嗯，眼有神，嗯，说话特别亮，搞这个的都怕他，嗯，都怕了啊。上节课我教你再唱一遍，嗯，哎，是先生，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住，那不让唱了，唱的什么东西？嗯。不用功的玩意儿，嗯，啊，哼，唱的还不如我孙子呢，这叫什么话？你说老艺人旧社会过来的，嗯，就这样，嗯，也没人敢说别的，嗯，骂你就听着呗，嗯，唱的还不如我孙子，但是于谦并不觉得丢人，我干嘛呀？这我们十几岁，他91了，哦，他跟他孙子是，他孙子50了都，好家伙，啊，我们一点都不丢人，嗯，啊，于谦很开心，我也不至于开心，我干嘛挨句骂还挺开心呢，坐下了。嗯，高峰倒塌了，这就是拿我纸那个。嗯，先生，嗯，唱烛影摇红雁，住口，也拦住什么东西。嗯，唱的还不如我儿子。高峰看看于谦，乐了，哎，他是乐了。嗯，我这心都到这儿了啊，嗯，藏也没用。郭德纲，你瞧，嗯，先生好。嗯，先生一拍桌子，嗯，嘿，站起来，哎，整个屋没有敢搭茬的，那是都傻了，校长都傻了。嗯，啊，老头站起来看着我，那眼睛跟刀子似的。嗯，请您唱一段。哎，这什么老师啊？这老师太贱骨头了啊！受累，谢谢。哪儿就受累啊？朱英要出口，还是拦住了，唱的还不如我爸爸呢。哎，这嗨，这老师跟你一块占便宜。嗯，这节课完了，嗯，送先生走，嗯，班主任还得训话呢。他们说什么呀？黄先生走了，嗯，我来批评你们啊。怎么着？得用功。哦，听见了没有啊？嗯，这个有的同学表现很不好，尤其是郭德纲，嗯，高峰、于谦，你们祖孙三代，哎，你给拎的这个，谁给拎这个？你们得在意点，好好练啊。嗯，高峰昨天吃冰棍了吧？吃冰棍怎么了？不许吃冰棍啊，嗓子坏了啊。哦，于谦那个吃饺子的时候吃辣椒吃太多了，不行啊，都不让吃那个，这都拦着，怕嗓子坏了呀。嗯，酸的不行，哦，甜的不行，嗯，辣的不行，咸的不行，都不行，太烫的不行。我们班主任，啊，大米饭都拿剪子把两边尖儿绞了去，这也太细致了吧！后来班主任饿死的。哎，对，嗨，对，你这这么吃没个不饿死。哎，现在回头想一想，多亏先生们当年对我们的教诲。是，当然你说我们跟先生们比，差之万倍啊，晚不如。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嗯，包括保护嗓子，跟人家能比吗？保护嗓子有方法吗？当年有一位刘宝全先生，嗯。那是古界大王啊，那是唱京韵大鼓的前辈。嗯，人家这一辈子为了嗓子连肉都不吃，哦，全素，偶尔说馋了炖点牛肉，嗯，把肉搭出去，拿那汤烩菠菜吃，还是吃青菜。哎，睡觉前大个的鸭梨，嗯，雪花梨切一片，嗯，含在嘴里面。哦，这是干嘛呀？这一宿吐出来之后，早晨看这梨是黑的，这黑的是肺火吸出去了，这讲究，为了嗓子，咱们做得到吗？嗯，我试过。吃这梨，睡觉前来片梨啊，嗯，哎，这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我就一个是多准备点梨啊，我来这几斤是吧？啊，第二一定得找一个人呢，坐在我床头里看着我。哦，哎，我要是要吃了呢，他给我续。不答应，我看跟我媳妇说吧。看着啊，嗯，弘扬民族文化，知道吧？振兴戏曲事业，嗯，我一嚼了，你给我续一片，好吧？
哎，买了五斤梨，五斤呐，这么大个大梨，买五斤，切成片儿，码一盘子，嚯，搁在那儿，我睡觉你看着我啊，啊，躺下了，早晨一睁眼，嗯，没有啊，没续啊，木有啊，啊，你怎么回事啊？嗯，弘扬民族文化，就是。振兴戏剧事业，那怎么不续呢？你点正能量都没有啊！啊，你怎么不给我续呢？啊，嗯，怎么没续啊？啊，续没你吃的快啊！三分钟五斤梨就下去了，好家伙，我还饶进半斤饼去。哎呦，手要是不快，连戒指都没了。好，这是抢劫来了。嗯，哎，现在回头一想啊，嗯，当年先生们教诲对我们受用终生，没错，是不是？那会儿在学校里边挺好，嗯，想学京剧了，嗯，有没有相声里边黄鹤楼？哦，哎，就这类节目涉及到京剧了，嗯，送我们上京剧团，哦，代培，哎，送到那儿学去，嗯，到京剧团他如鱼得水，怎么呢？人缘好，哈，我们俩一到京剧团，好家伙，都认识他啊，拉大幕的、扫地的、卷台毯的、弄布景的，啊，后台负责叠衣服、烧开水的，仙儿来喽，啊，这。这还往里续啊，这时候得辛苦点啊，我后来跟他媳妇说，我说你别睡觉，干嘛非跟我媳妇说呀，你找你媳妇去，他媳妇跟我好着呢，一块喝酒聊天给烟卷抽，是是是，我就完了，这都不认识我，哦，我一去了就是那个什么唱丫鬟唱小姐的青衣啊花旦啊大姑娘小姑娘四十来人围着我，哎呀烦的呀，我也其实挺想烦一烦的，你知道吗，没人围着我，嗯嗯，这就不一样，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那会儿还小，那会儿还小，嗯，啊，反正想学评戏了，嗯，送到评剧院，哦，哎，这么有帮子就送到帮剧团，嗯，那会儿确实挺好，嗯，如鱼得水，长能耐，学了不少，是传统文化是互通的，嗯啊，很多剧种很多故事它其实都有，嗯，你比如说拿玉堂春来说，哦，三堂会审玉堂春是曲艺有，嗯，相声有，哦，京剧评剧梆子都有，都唱。哎，说的是明末的那个名妓啊，嗯，苏三与唐春，嗯，跟王三公子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哦，啊，这个传唱多少年了，嗯，嫂子爱看这个戏，我媳妇儿看完感动，哦，我要当于唐春，什么目标啊？这是，哎，这好好戏，啊，哎，杜十娘，嗯，曲艺有，哦，京平帮都有，对，哎，名妓杜十娘跟李甲从良，后来被害，嗯，死了，嗯，嫂子看这哭的呀，嗯，哎，要当杜十娘。看这个，嗯，还有那个擂鼓战金山，啊，梁红玉，哦，梁红玉，哎，也是名妓，后来从良嫁给了韩世忠，嗯，两个人打仗，哦，嫂子不爱看这戏，为什么？从良干嘛呀？啊，从良都不行啊，什么追求啊？他这是一个工作不能坚持到底。哎，行行行行了，行了，不行，不爱看这个，换点别的吧。嗯，还有一个独占花魁，独占花也是妓女，哎，那个。你有点意思啊？什么有点意思？独占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哈。嗯嗯，曲艺、评书、单口相声，嗯，什么大鼓、嗯、太平歌词、京剧、评剧、梆子、越剧、黄梅戏，哦，也都唱，那，嗯，都属于这一类东西。嗯，花魁不是说名字啊，这人称为花魁，嗯，花中魁首，嗯，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名妓，有了自己的名字呢，叫姚琴。嗯，姚琴姑娘在那个特种行业里边呢，算是出类拔萃了。别提特种行业，啊，人称叫花魁。对，有一个卖油的小男孩看上他了。哦，卖油郎嘛，嗯，叫秦仲。嗯，秦仲喜欢他，后来两个人通过交往，嗯，怎么交往呢？据说这进人家那个单位啊，一气得花多少两银子。对，可那卖油的孩子没钱啊，嗯，存了好几年，存了这点银子，嗯，去了，赶上姑娘喝醉酒了。哟，就这一晚上，这小伙子跟着坐了一晚上。嗯，坐在那儿就发愣，这屋里雕梁画栋，怎么这么好啊？这摆着一大香炉，他就守着香炉坐着。嗯，香炉里边冒着烟，叫龙涎香，好香。哎，龙涎香就是海里的一种类似鲸鱼似的东西。嗯，他吃完东西不消化，通过大肠内的分泌物包住了，再排泄出来，在海水里面飘荡多少年，几百年、上百年，捞出来之后拿那个做香，哎，异香扑鼻。嗯，过去是进贡给皇上的，嗯，所以有这个香，那都不是一般人。嗯，因为那会儿宫里也有人来到姑娘这儿来，所以带来的龙涎香，嗯，这个卖油郎秦仲呢？坐着看着香炉往外飘着烟啊，浮想联翩，就这一晚上姑娘跟那儿喝多了，一会儿又吐了，一会儿又哭了，他照顾着，天亮了姑娘说这是个好人，后来两个人终成连理，这么一个故事啊。那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个戏啊，独占花魁挺好，这个啊，嗯，就是咱们大过节的热闹热闹，我给你们唱两句好不好？好，哎，这来着，我们请于谦老师配合一下好吧。哎，我可不会唱，你不要紧的，你这样，我来这个卖油郎啊，秦仲在评剧里边呢，这是小生。对，你来这个花魁。
我还花魁呢，你花中魁首，我不别别，我来不了。你来这个有技术的女人，好吧？行行行，没有那技术啊，你来不了，我不会。这场戏你一句词儿都没有，那作配也不行。没有作配，喝多了躺着睡觉，什么作配？那也不成，你这对吧？你这样，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我跟这发愣，看这大香炉，你就来这香炉。这香炉怎么来呀？我在这儿听着，桥楼上一更了，二更了，三更了啊！不同的更有不同的唱哦。这香炉冒着烟，带领我浮想联翩。哦，你就跟这儿来这香炉，一冒烟就齐了。我冒烟，我哪儿冒烟去呀？我，你看，于老师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对吧？你可以抽烟吗？你点一根，你跟着嘬，往里吐就行。啊，这就代表香炉了。代表，你看你带着烟了吗？哦，这烟倒是常带着，嗯，这有。不是真抽啊，是怎么着？可以啊，你看啊，我真带着的啊。对，等会儿，咱说明白 啊。啊，你就我一说开始，你就跟着点烟哦，你就是那香炉啊。哦，这就香炉。哎，三更天唱完之后，你得醒过来搭个架子就行了。怎么个搭架子？没事，你到那就会了啊。哦，我关键我们有乐队，把乐队叫上来，咱们一块热闹，好吗？好，哎，嗯。哦，这回热闹了。哎，来拉弦的小孩过来，哎，都叫你呢，来，来过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徒弟，嗯，也是我干儿子，啊，在这个说相声的后台，他的艺名叫陶云盛，云字科的。你看岳云鹏、栾云平啊、闫云达、陶云盛，他是云字科的啊。他本名呢叫陶阳，嗯，就当初你们都知道那京剧神童陶阳就是他。大家好，长大了。也会拉弦儿，也会说相声，现在挺好哈。嗯，在家里边管我叫爸爸，他就干爹啊。对，我是谁呀？您是我爸爸。您是谁呀？我是您儿子。他是谁呀？我大哥。对，去。我们两个人呢，一家团聚了今天。哪儿跟他一块占便宜拉上？我大爷，大爷，大爷啊。这个今儿拉弦儿你也会是吧？拉弦儿我也会，京呼也行，板呼也行，嗯，就是京剧、评剧、梆子，什么北京曲剧，他都会。能说能唱，你这是材料啊。对，您今儿唱，我今儿来评戏。哦，咱们来独占花魁啊。哦，吃饭了吗？吃了。正月十五得吃点好的。吃吃吃的什么呀？窝头。哎，应景啊。应什么景啊？那个吃点好的。好窝头。吃点贵的。贵窝头。吃点露脸的。露脸的窝头。哎，你说这么给徒弟吃的，早晚也得退出，知道吗？不然你就把这拿上，我给你充充电。这不是怎么早这就开始似的？这个吹箫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吹笙的，笙管笛箫吗？哦，不是一个东西啊！多新鲜！吓我一跳啊！王鹤江，我徒弟。嗯，来吧，于老师，被香点上吧。啊，这香炉就算冒了烟。说相声那么些年，没见过台上抽烟的。哎，这回咱们头一次啊！那是，来吧，开始啊，开始吧。列位，你们算来着了啊！哎，香气扑鼻，还行了，可以了，够巧的了啊！来吧，准备好了吗？来吧，来，开始。耳听桥楼一更梆，烟花园困住了秦钟卖油郎。花魁怎么着？那个弹三弦的也是我徒弟啊，介绍一下吧。哎，这三弦这叫这个周九良。哎，我徒弟，也说相声也弹弦，还有这个酒醉牙床上。好似杨飞醉卧在龙床，无奈我在楼上等，耳听敲楼二更梆。
掀桌四个盖碗一壶茶，一壶暖茶温在手，姑娘醒了好喝茶，我在楼上寻方便，姑娘醒来把话答，闺女酒醉，她起不了身来，满头珠翠，床上来滚，一页页拾起来放在梳妆台，伸手掐住描花碗，再叫姑娘细听不明白，姑娘你倒是醒了无忧啊，大爷来玩了。去去去去